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唔快啲入嚟睇？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
啫。大人，给他们抓进机关里去，带我去找蒲大人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们两人赶快出去帮研究去，我跟赵姑娘两个人去就行了。好，好。没事了，去看看。大人，我想再进去搜查一下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到这时候还不来呀？会不会出事情？我们去看看去。好。哎，大人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您受惊了吧？哪儿的话？下官得领何位英雄仗义搭救，真是感激万分。不报官粮是我们的天职，大人您何必客气。大人，现在红莲寺已经破了，虽然凶手在逃，可是这些个徒众已经给我们欠面了。现在预备怎么样呢？我看这个地方太肮脏了，还是把它烧了吧。赵统领，是你派一部分人到处搜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党徒。是其余的都回衙去吧。是。你们大家现在到外头去集合。好，我们也四处搜查搜查。好，好。你们快回去吧。刚才本府想留各位英雄在这当一份差事的事，
不知道各位英雄的意思怎么样。大人，您的美意我们本来应该接受的，可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师父说过叫我们办完事情早点回去，关于当差的事情呢只好恕不从命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勉强你们三位。陆英雄呢？我，哎，小仙兄，你不是正好没事吗？陆英雄既然没有固定的去处，不如留到本府去就个统领的职位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这很好啊。这个小人一向游荡惯了，恐怕不能适应。小仙兄，正好都是自己人，你不必客气。而且这也是你替国家出力的好机会。这个贾青兄，你不要客气，快跟大人见个礼吧。参军大人，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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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人请留步。不送不送，我还要陪大人谈一会儿，不送了。请。追呢？穷寇莫追，你们各位也应该保持实力。
留待后日有计划再去兴师征剿。遵命。遵命。里边请。刺客在哪？刺客在哪？大人，刺客在哪？刺客走了，你们才来。你们这帮混蛋！是。哎，你发脾气有什么用呢？应该想个办法呀。想什么办法？我今儿晚上败在我的女儿手上，把什么脸都丢尽。丢脸的事是小事情，可是将来我们空中派的名誉地位怎么办？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哎，我想起来，咱们干嘛不去找刘洪彩帮忙？哎，刘洪彩的道法高强，找到他我们就可以报仇雪恨了。哎，我们明天就去。对。这次办的事情很好，不过我刚才接到报告，说是甘流子这帮人并没有死了心，又去请崆峒派的能手刘洪彩来跟我们昆仑派的人作对。唉，从此天下多事了。师父，您老人家为什么不亲自下山一次呢？我是要下山，就为着等着你们回来。刘痴，我这里有一个锦囊，上边写的日子，等我下山之后到了那个日子，你们可以打开来看。遵命。你们两个好好在山上练功，将来你们的去处我会替你们安排的。是师父。我走了。
是想投店呢。是的，有好的房间没有？有有有。小二，带客人到天字号房去。是是。杨先生，您要茶要水，地两分不好了。哎，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谈谈，不知客官要跟我谈些什么？因为我初到贵地，对这儿的风土人情不大清楚，想问问你。哦，这很容易，我一看就是您是远方来的客人，您一定是一位游侠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根本是个文人，还不懂得武。文人？那么您离开家乡跑到这里有什么贵干吗？我这一次到这儿来，是因为不幸我妻子病了，心里闷得慌，所以出来到处游山玩水，散散心而已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您是准备在这儿找一个老婆，是不是？你说的未尝没有道理，我是有意思在这儿找一个合适的姑娘去，而且刚才在这儿，我正好看见一个姑娘，长得……哎，客官。您打错主意了，怎么了？我不是说您不该娶老婆，不过这里的风俗是重女轻文，这里的姑娘们都会使用几下刀棍，像您这样的文弱书生，不是姑娘们的对手吧？我又不是跟他们打架，我是想娶他们做老婆呀。说也是，不过您想想看，这里的姑娘肯不肯嫁一个打不过他们的丈夫吗？我看客官呢，您还是在这看看山水吧，这里的山水啊倒是挺有名的啊。谢谢。客官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，我看您还是早点休息吧。好。先是指点，多谢先是指点。
堪看景色，误入贵宅，实在是抱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先生既然来了，何必不谈谈再走呢？谈谈。听说贵处重武轻文，在下是个文人，不懂得武艺的。文人那更好了。我平生最喜欢结交文人，可惜我们这个地方都是一些粗人，难得像先生这样一表斯文。来，请里面坐坐。您先请，您先请，要不我带路了啊。先生贵姓啊？在下杨继兴，请教。老夫姓刘，刘洪彩。啊，老丈看起来很面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。常言道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杨师兄或者在梦里跟我见过吧。用茶。杨师兄似乎不是本地人士。我到贵处只是游历性质，因为我心境丧凄，所以出来走走，排解一下内心的不安吧。哦，难得师兄如此多情，老夫实在是佩服。不知师兄还有没有一丝续弦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小弟膝下还没有子女，续弦这件事当然是刻不容缓。不过，就是没有找到对象而已。哦，那倒容易得很。如果不嫌冒昧的话，老夫倒想把小女素玉许配师兄，不知师兄意下如何？素玉，就是师兄刚才在花园里看见的那个小姑娘。老丈，您说的就是刚才在花园里唱歌的那位小姐吗？是的，就是她。您的意思怎么样？承蒙老丈厚爱，真是感激不尽。只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委屈恋爱呀、这是哪儿的话，怕委屈了你倒是真的。既然你不反对，我就叫他们准备婚礼了。那多谢岳丈厚爱。
紧。小生真是三生有幸，能护得小姐的清白，今生今世只愿能够永远相守，以报答小姐知遇之恩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老不开口？是不是我得罪了你啊？啊，我知道，小姐，害羞是吗？你昨天晚上一夜上哪去了？我在这儿坐了一夜，一动也没动过。你只管自己一个人睡觉，何苦来管我？你真的一步都没离开过？难道我还骗你吗？那我不是遇见妖怪，就是遇见鬼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坐在这儿，我刚想跟你亲近，你忽然一下就不见了。是吗？那就奇怪了，我坐在这儿一步也没离开过呀。啊，小姐，秦姑爷，老爷请你们出去吃早饭呢。知道。你先出去，我们换衣服就来。奇怪。啊，那边坐，那边坐。妹妹，我们进去吧。爸爸，我们先回房去了。好了，你们先走好了啊。哎，你这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小旭因为初到此，什么事情都觉得新鲜稀奇，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，有点什么？啊，没有什么。
想研究研究。研究出了点什么道理了吗？小旭秉性迟钝，好多事情实在是想不通。什么事情？这个，譬如说昨天晚上，老爷。我有点事情进去一趟，回来再跟你谈。小姐是不是会武艺？武艺？我们小姐武艺倒不大会，不过法术很高强。您金姑爷，您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因为昨天晚上不知怎么的，你们小姐坐在床上好好的和我谈着话，忽然不见了，所以那一定是您得罪了她喽。我们小姐有法术的，一不如意就常常会拿人开玩笑的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可是我并没有得罪他呀。谁知道你？
们几年不见，你们就变得这么样狼狈。哎，现在连软窝都没有了呀。师弟，这件事情到底是他们错，还是你们自己不小心？本来咱们只是跟那个狗官蒲文正作对，谁知道昆仑派的吕宣良出来给咱们捣蛋，这简直要我们空头派垮台嘛。师兄，这件事如果您不肯出来争这口面子，咱们这个跟斗可就栽定了。吕宣良真没事，我跟他前账还没有算清楚，他居然又惹到我头上来了。我看呐，他们这么对付我们呢，就是逗您发火呢。可不是吗？还有他们那帮徒弟口口声声说您把刘洪才找出来，好，吕宣良随时的等着他，你看这不是明明的跟你挑战吗？对呀、啊、好，这个老家伙既然是指名的叫我，我倒要试试看。不瞒你们讲，现在我正在制造一种秘密的武器，叫百魂幡，用100个壮男的灵魂炼成的。等到这个百魂幡要是练成了以后，任凭吕宣良有多大的本事，也难逃我的掌中。这个百魂幡什么时候可以练成？现在已经有99个了，还差一个就成了。那您赶快找一个人把它练成了算了。不要着急，人已经有了，可是时间还没有到。你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好好。练成了，将来的威力一定很大吧？那当然了，我们空同派报仇全靠他了。刚刚你说时机还没有到，究竟要到什么时机这个东西才可以练成呢？快了，再过1-2天之内就可以动手了，因为这个人呢、啊、刚到我家里头，不便马上下手。那好极了，咱们这次对付吕宪良全让您大哥对团长大哥帮忙。这是难的话，这是我们空同派的事，我当然要出头了。这样子吧，你们三位就在我这安置吧，等我这个百魂幡练好了以后，我们一块去报仇。好，谢谢大哥。请。给您吓走了，瞧你们这样子，连我都害怕。哎，那么小姐，小姐，他给您吓病了。
现在还躺在大海酒房里呢。啊，什么？他没吓坏我，到时候我吓坏了他，那我去看看。不行，大小姐说不准人进去，去也是白去。这怎么办？这事情越来越奇怪。琼姑姐姐，您早。哼，死到临头还这么嬉皮笑脸的呢。啊，到临头，琼姑姐姐，琼姑姐姐，您刚才说什么呀？琼姑姐姐，您千万要告诉我，我究竟惹了什么大祸呀？我真不应该告诉你的。我实在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您要是不告诉我，我就在这跪一辈子。好了，你起来吧。哦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啊，没有做什么亏心的事情，你刚才说我死到临头，我究竟惹了什么祸？我实在不明白。你现在还蒙在鼓里呢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我父亲把妹妹嫁给你，根本就怎么样？就不是真心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并不是要你做女婿，他要的是你的命。啊，要我的命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练一种白魂幡，还差一个人的性命就可以练成功了。你是他选中的最后一个人，听说今天半夜里就要动手取你的魂。啊，因为我不愿意我父亲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人，所以我才告诉你的。这个，琼姑姐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你要是不救我，我只有一死了。你快起来吧，我也没办法救你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过我可以替你想一个自救的办法。啊，什么办法？现在只有素玉才能够救你，你去找她想一个办法吧。找她想办法？不行吧，她又讨厌我，又恨我。哎，夜夫妻白夜恩，做了夫妻总是有情感的，你还会怕他不帮你的忙吗？不瞒姐姐说，我们这对夫妻啊，名不副实。两天来我只要一碰他，他就不见了，叫我怎么办呢？傻瓜，这就是隐身术呀。你有没有看见他头发里边有一张小纸片？小纸片？小纸片有什么用啊？那就是隐身符，你只要把这张纸片拿掉，它就不会隐掉了。以后的事就要看你自己怎么办了。谢谢姐姐的开导。今天晚上绝定不得罪你，你相信我，你睡好了啊。发现我呀。
你醒了我再说吧。你急了我，我马上就给你。你再不给我要叫了。来人来。苏云，苏云，你也是个人呐，也应该有人性。难道说你还看不出我对你的真心真情吗？你就是铁似的心肠，你应该动摇了吧？可是你还是三番五次的戏弄着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你先把东西还给我再谈吧。你慢慢。啊，也好。你怎么反而哭呀？这真是前生冤孽，现在生米已经成了熟饭了呀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过我要你告诉我，是谁教你偷我的隐身符的？这是琼姑姐姐教我的。啊，是她。不过这也难怪的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也太不应该了，害了那么多男人。那你为什么这么忍心呀？心里虽然不忍，可是不顶男为业。你不知道这是罪孽深重吗？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报应的，可是现在还来得及啊。今天晚上轮到我了，要我的灵魂去祭法，你能不能救我一命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快逃吧。逃？逃不掉的。哎，那怎么办呢？请你看在夫妻的份上，你不能看我送命呀。你救救我吧，你救救我吧。别这样，你起来，让我试试看吧。你来，当心点啊。好，不用问，告诉你，一路上听见什么声音，你不要回头看。啊，为什么呀？你快点走，你不要问。你不跟我一块走？哎，我不能跟你一起走，快点逃吧。快点走吧。
上无论听见什么声音，你别回头看。那么你不跟我一块走吗？我不能跟你一起走的，快点走。现在我们万事齐备，就缺杨建新的灵魂。他的灵魂一到，我们马上可以大功告成了。那么我们马上就动身。嗯，好。爸爸，杨建新逃走了。逃走了？逃走了？你怎么不看着他呢？我看着他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那我们赶快追他回来好不好？不用追，我自有办法。杨建新呐、杨建新，任凭你逃到天边去，我也可以把你杀死。大哥，这都是您的声威啊。好了，现在我来做法，把杨建新的灵魂抓回来。好。爸爸，文涛。好吧，你们先出去吧。
一会儿八卦一定会想着杨继新没死的，那个时候我们谁都跑不掉。我看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也赶快逃命吧。好啊，那么我们快点走，晚了恐怕来不及了。走吧。师傅叫我们赶紧到南方小山路上救这个杨继新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大概又是我父亲在那害什么人了。我们不要多说了，救人如救火，我们走吧。好。几次都没抓着，不要急，再来。哎！哎呀，糟了！啊，怎么了，大哥？你逃走了，一定会用他的飞剑来追你的。他的飞剑是很厉害的，不见血是不会回去的，所以我们叫你背着一只鸡逃命。现在这只鸡就做了你的替死鬼了。哦，原来这样啊。我们快走吧，他父亲要追来了。啊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
知道错了。不过我总觉得父亲用百魂幡来残害无辜的生灵，这是没有人道的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胡说！你们两个不孝的畜生，敢教训起我来了，我杀了你们！冯玉老祖啊，
你回去得好好管教管教你班徒弟，要再闹出乱子来，可不是我儿子。是，快跟我回去。是。师傅、啊，他们走了。不要怕，他们的天数已尽。谢谢各位搭救之恩，不用谢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现在祸患已除，你们可以回家过安乐的日子去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师傅，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我们试听已完，我们回山去啊。啊。